有这么一款饵，它可以让鱼控制不住的去咬钩。咱们来看一下它入水后的动作。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胡须佬复合亮片，打开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呢下面是一个胡须佬，有50根须啊，落在水里的时候它可以张开，增加它的一个诱惑力。然后这个呢是亮片，在游动的时候呢就像一群小饵鱼在吸引鱼来到这里来咬它。这个位置呢我们再加一个软饵推进去，这样子我们就组装好了。它是一款反应饵，在鱼情特别差的时候可以用它激起鱼救食的本能，另外一个鱼情特别好的时候也可以拿它来抢鱼。方法非常简单，就直接在这个折弯处绑起来就好，绕几圈。收紧，剪去多余线头就 OK 了。这么漂亮的复合亮片，想不想试一试？